好，一样哦，我们在做那个上网的话，大家都可以上网吧 ？OK 哈，好，一样，我们打开那个浏览器之后啊，来到这个 Google 这个页面，然后打上这个 PhotoCap， PhotoCap 这样子。好，我把它放大，这样可以吗？那打上这个词之后呢，我们就利用这个 Google 搜寻嘛，点一下，它其实就会带到我们到这个有关 PhotoCap 的所有的网站跟资料出来。那原则上我们就点选第一个，这个叫做 PhotoCap 的论坛，点选它之后，它就带到我们来到这个 PhotoCap 本身这个工艺软体，它开发者开发完之后呢，有后面有几个也几个那个热心人士，就帮忙他架了这个网站，然后提供了这个网页空间，让他来做这边的一个推广这样子。好，那进来这个 PhotoCap 之后，这个网站里面其实这个网站蛮丰富的，它本身除了提供你的一个软体的一个下载点，然后它也有提供一个所谓的教学区，就是我刚刚讲的，其实这里面的教学区它主要是以 4.0 的版本为主啦。那目前这个 PhotoCap 它已经开发到 6.0 了，6.0 的开发那样子时间是大概其实两年前就开发出来，但是这个软体其实从我接触它大概有5-6年的时间，就是它一直在成长，它一直在改变，就是它有新的东西它会一直加进去，那有问题的 bug 它也会去修这样子。那这里面有一个还不错的东西，主要是这些东西都其实大家都是自发性的那个上传，就是他做一做都是放在他这边用这样子。那基本上这个软体他对去前年的，他其实在这个软体 6.0 发行的同时，那他也有出了一本书，如果你不习惯看线上的那个线上的教学的部分的话，那你也可以透过购买书籍的方式回家看来学习这个软体这样子。那他这个网站它除了我刚刚讲的，它可以透过这个下载 PhotoCap 这里去做一个下载。那这里就有提到使用这个软体，我刚刚提到这个软体是一个免费的软体，它的一个版权的使用的限制那现在是一个人讲求著作权法的一个时代，动不动如果说你不小心用了，它就会告你。像我们学校有个老师，他自己的那个部落格，他觉得在外面看到一张图很漂亮，他就把它放上去，结果不小心，我就觉得那个照相人可能是有心的，他先散布给大家看，然后突然他就把它用在他的部落格上面，因为大家很喜欢鸟类，就把它用上去，结果就被那个作者看到，然后就来告他，结果后来好像也一直花钱解决了，大概花了10万块解决。所以有时候在网络上虽然很多资源可以自由取得，但只要你不做公布，不做其他利用，都好讲话。如果说你要去做买卖，或者说我开个小店要做个 TM 翻个书，我觉得这个就要斟酌。所以可以的话自己拍，自己照，然后你自己用。尽量如果说你要练习要学，那在网络上用是 OK， 但是不要再把它拿来公开使用这样子。好，那这是它的一个使用限制。比如说1000块，好，那我们先进到这个点，大家不晓得有没有进来到这个点之后，往下拉到最下面这边有一个它的一个下载点，那我早上试了，好像第一个点不行，第一点好像挂掉，可以点选第二个点，那你就点它一下，那它就下载了，下载完之后。我们先让它跑一下，我先暂停一下。